大家好，欢迎翻嚟我哋嘅频道啊！今次系咪好快见面呢？2000 years later， 我想讲动漫真系真心好重。Hello， 估下我哋又去咗边？今次爸爸妈妈真系非常之口密啊，一路都冇同浩云讲系去边一度。睇到呢度，知唔知我哋去咗边度呢？事不宜迟，即刻带大家去参观下。咪你可能咁啦，我啱啱估到啦，我原来估到啦，咪可能咁。懒叻牙刷刷。开快咗好多次可能咁噶啦，妈妈你又听到。你去参观下，你放低啦，放低你架行李箱啦。摆边度？摆喺呢度啦，摆喺呢度啦。嗯。OK。哇，浩文，边张床系你瞓啊？今晚。我边。哇。你瞓边张床啊？哇。系啊，哇发达啊！你行去嗰边睇下，去睇下有咩风景先。哇，仲有乜书睇嘅喎？真死咯！仲有玩具玩喎呢度。好，我哋入去呢度睇下好运，嚟。边度有玩具啊？哇！坐啊，可以坐啊呢个。哇，隔篱啊！可以坐。第一个影相提示，玻璃窗影日落。我哋 book 咗三点九咯。佢两点三就去到三点。爸爸点解今次早咗班咁嘅？系喎。好啦，我要去清洁下先啦。睇下手先啦，系咪？早饭，你先去揿下。好，洗手先。特別房，我冇帶到寶寶個蛋嚟啊！哦，好靚啊！你睇下，我真係唔記得咗自己講咗幾多次好靚啦！浴室嘅面積好大，浴缸啦、淋浴間啦同廁所，所有顏色咧都好舒服啊個感覺。无啦啦爆一句，真系笑死！我帮你试下摸啊，好啊，摸呢个，呀，哇，好啦，好松软，系喎，好松软哦。房间准备齐全，有一只熊猫公仔同一顶熊猫帽送俾小朋友，另外仲有图书同埋桌游。系啊，呢个小朋友即刻要跳上呢个熊猫床啊！浩云真系好中意张床仔。点啊？系咪今晚我瞓呢度啦？熊猫床啦，我瞓。你净瞓嗰度啊？我瞓呢度。哦，你瞓呢度啊？点样名？呢度咪就系度。系咯。冇啦，浩云，不如我同妈妈瞓呢度啦，你嗰瞓大床啦。喺呢度啦，我可以瞓一个人小朋友啫喎，呢度仲系瞓小朋友啫喎。你系小朋友嚟嘅咩？系啊。咁你今晚一个瞓呢度？系啊。咁我同妈妈咧？唔得，因为呢度得一个枕头。系喎，一个枕头啫。咁我搬一个枕头过嚟咯。系喎，咁有两个枕头咯。
到畫喎，咁樣整咗，但依度得啲啲畫啫喎。係咯，你叫媽媽算啦，你自己瞓啦，係咪？咁我同你兩個人瞓呢度咯。嚇？得唔得？呢度咁逼，呢度都好逼。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咁我同媽媽瞓嗰邊啦，你一個人瞓呢邊啦。阿爸。嗯。又好舒服。係咩？呢度。睇下先，係喎，嗰邊係木嚟喎，原來。係喎，跟住呢個先係原創嚟喎，呢張。我張嘢醒翻嘅。係啊。我哋嗰張屋企嗰張都會醒翻嘅。係啊。我嗰张 B B 长方形，哇！我见到科选啦，我问，你睇我睇下，好远嗰个。我哋见到啦 ，A B C D。哇！咁大家科选咯。老公，我真系好感动啊！你用养生班踢走咗个大肚腩。其实一开始养生班咧，系因为爸爸个内脏脂肪过高啦。咁係好易會變成脂肪肝同埋血管閉塞。透過養生班，爸爸身體健康翻，仲將駝咗十幾年嘅啤酒肚一次過踢走。我哋翻過去啦。大家估唔估到佢哋喺度做緊咩？好似一路瘋狂咁抽打佢爸爸。第二個影相位。呢一张床咧系特别喺埋里边自己自成一角，所以非常之正。其实浩云着紧嗰个浴袍系恐龙嚟嘅，所以佢就话嗰一条系佢嘅尾巴，佢不断拎佢条尾巴去鞭打佢嘅爸爸，过程相当之凶狠，儿童不宜。生男仔咧真系好粗鲁，又唔识就力。呢张床咧影相真系好正啊！大家要记住呢个位啊。Warm surface 嘅选择就唔系太多，嗌咗个肉骨茶 pizza 同埋迷你汉堡。等我试下呢个肉骨茶先，系药材味喎，原来。有三条肉，三条骨，就系咁，咁少嘅。好，到浩云，浩云，你个汉堡包 O 唔 OK 啊？嗯，同大家介绍下你个汉堡鸭包 O 唔 OK？ 掂唔掂啊？嗯，睇你个样好似好食，好啦，讲完，好，到爸爸而家试一个 pizza。掂唔掂？好味道讲唔到嘢，好味道讲唔到嘢喎。佢话你都系啊？我食上好似，好啦，你食啊！呢度真系好有度假 feel 啊！你睇下佢几叹，食完嘢喺度叹苹果汁啊！我个人嚟讲咧，真系好中意富丽敦酒店呢一个 pay house。当然佢优胜之处就系因为佢系新噶啦，非常之新净啦，同埋有好多个位咧都觉得好玩新奇嘅。我自己个人认为啲上滑梯全部都好快速咯，所以可能细胆嘅小朋友咧就未必敢玩嘅。包括我在內，我都是完全不敢玩，因為真的太快，玩了一次呢，整到我對襪爛了，然後還跌了副眼鏡。好瘋狂啊，這個地方。我們一起進吧，媽咪也進吧。溫馨提示，這裡大人不想得。哇，好害怕啊。媽媽表示就這樣看都腳震。嚇死我，這麼快啊。富丽敦酒店这个 pay house 就算不是入住酒店，其实都可以过来给钱收费玩的咯。
哇！户外游乐场的设施咧就非常之少啦，就是大家眼前所见的摇摇千秋椅啦，跟住地下会摆放咗一啲大沙包喺度啦。之后呢两架车咧，本身谂住玩啦，点知原来系开唔到嘅，系摆设。再行过隔篱就有少少攀爬架，就系呢粒海星啦。相当之困难嘅，其实要爬上去，同埋就系呢个上滑梯啦。咁成个 outdoor 嘅玩嘅设施就系咁多啦。咁我哋跟住落咗下边。下面呢其实就有三个打卡位啦，第一旧就是这个旅行箱，可以给大家影相啦。没得。第二个位置呢就是这里有一个玩沙的地方啦，咁都唔大嘅，就是眼见呢个位置。就是可以玩沙啦，俾小朋友。佢好享受俾只大熊猫扎住。嗌咗个新加坡嘅早餐，咁啊肉骨茶啦，跟住有个芥恩啦，咁跟住之后就有个咖喱杂菜，跟住一个中式嘅就炒面啦，精美点心啦，鸡粥，咁有啲配料，同埋呢个美式早餐就系有个面包篮嘅。牛角包啦，松饼啦，就系咁样啦。好啦，你食啦。第二日我哋再去游泳池，咁隔篱咧会有一个摇椅嘅，影相都一流。无边际泳池就更加唔使讲啦，个个都一定会嚟打卡影相啦，真心真系好靓好靓嘅。这个无边际游泳池咧，系富丽敦酒店最大嘅噱头咯。就算你唔识游水或者唔游水，都一定要落嚟打卡影相，咁先至值回票价。踩过嚟，踩过嚟。入住酒店咧系可以预约一次游泳池时间嘅，如果再想去咧，咁其他就要咧开放时间过咗15分钟先可以 walk in 啦。隆重介绍，美人鱼出场，好想俾大家睇下，我喺房度睇到美人鱼表演搵律泳啊！房间有好多图书，适合中意睇书嘅你。多謝禮物，我都影下自己啲產品先。咩啊？我哋而家 pay house 吧。拜拜。夜晚喺度食嘢咩？邊個講啊？爸爸咯。唔係啊，翻屋企啊。真㗎。套票唔包 pay house， 我哋自己俾钱玩咗两次。话咁快又要讲拜拜，俾大家睇埋其他打卡嘅位。富丽敦酒店环境一流，海景更加唔使讲啦。但系如果你话打卡位同埋其他活动嘅话咧，就真系比较少嘅。多谢大家收看，希望你中意我嘅影片啦，拜拜。